端午香包要收好，阿嬷叮咛拢是金。阿嬷也会用那种香包，就说不能弄丢，不可以弄丢哦。香包它本身有个去除不好的味煞，好像是个开运香水的意思。是，不丢掉是不进神，不小心丢掉也代表预兆你可能有危机。是我那一次弄不见之后，我过两天我就掉到我家水沟下面了。看完多情城市，请锁定，这是乌鸦宝。